Hello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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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自己的时光台，我是张小姨。那么，这是为了什么？本来今天是不能开的啊！本来今天是开不动的啊！说什么呢？我说本来今天是开不动的，但是我今天很勇猛的，我把网络给修好了啊！哎，死不要脸的！有种你就别过来！啊哈！啊！哎呀，我刚说到哪呢？我刚说到，奇怪，那狗是把自己给做死了吗？我刚说到哪？我刚说到我今天本来上不来的，因为昨天那个因为下雨的关系，昨天网络就挂掉了。但是我今天把它给修好了。啊，可恶啊，我应该要照这里啊。真是讨厌的机器人，我只能这么说。大家走到最边边吧。哦，哎，哈，等一下看我怎么把你 build 掉。蹦蹦蹦蹦蹦蹦。怕你呢 ？biu biu biu biu， 哈哈哈哈哈！早啊！哎，糟糕，此路不通了呀！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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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是 boss。他说你对其他的我做了什么？他说：“哎，怎么又破灭啦？哎呀，他这满那个什么满罐子都是我们的小伙伴，看来这是他的二代机器人。啊哈哈，我被碾过去了。”哎，我又被碾过去了，等一下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
这个应该是想要利用。哇塞！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我好像知道什么意思了，但是好像有一点太迟了。等一下，我知道是什么意思了，但是等一下。等一下，俺就剩两只了，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！哦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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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有话慢慢说，伙计。你这过来，你有种你过来。小伙伴，不要过来！啊不！你们不要过来！你不要过来！你不要过来！啊！我本来有很多小伙伴的。愚蠢的失误了，混蛋！哇，怎么办？啊，我真是愚蠢的我。我已经知道怎么做，只是我在执行上一直就是没有办法执行得很好。不要过来，不要！哎呀，我这个玩这个游戏从头到尾就是一直惨叫啊，什么鬼啊！你不要再过来咯，去死吧！啊！完蛋，他要吹电风扇了。
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！啊，我居然最后这边还死啊！真的是刚刚，真的是啊！啊！没有吃到，又饮恨了，可恶！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！哎呀，好可怜啊！我第一个很重要，第一个一定要中啊！第一个不中，后面不好打。而且不要急，我刚其实就是有点太急了，我应该就是等他跳过来以后，我这边再按。然后我这边就他就会吹电风扇，我就是慢慢来，我就是不要急，不要啊，不，混蛋，刚刚那边有个洞，好，这边就是要站这躲一会儿，然后下来，然后等他过来，送他上西天。我姑且站在这儿等一会儿。好，在这儿蹲一会儿。好，等他过来，送他上西天。他又要吹电扇了。啊！可恶，我真的是刚刚那边，我真的是我应该要直接往前走，我不应该在那边等他吹电扇的。对啊，直接往前走是不是怪怪的？管他的，先送他上西天。好，他要吹了，他吹了，先跑。好，好，等他过来，再见。好，这边，好好好好好，来。我按错了，好，看看这边能不能来不来得及补救。哎，哎，刚刚是怎么了？我刚刚好像忘记按底下的开关了，我刚刚忘记底下的开关了，我刚刚忘记按底下的开关了，救！从敌死不从，去死吧！卡住，好，来来来，你过来啊，你过来啊，你过来啊，去死吧！啊，等一下，居然还有第四条命啊！我的失误，我没有想到他有第四条命啊！来，你过来，救！那我觉得我在血线，
在最后一只的血线上，我觉得我是有点问题的啊。他那个飞弹这样炸，我觉得我的最后我的能踩的地方其实有点不够呢。最后能落脚的地方实在有点不足，都被他打光了。你看，像这样我根本就没有地方可以踩，怎么跟他打？加油，这边撑过就再一条命。哎，我刚刚没有按下，这是我刚刚没有按下，难怪我觉得这么少一只。一直犯各种低级错误，抖抖抖抖，我不从。我是不会妥协的。好蠢啊。说真的，我觉得这个王并不难，可是我居然打了那么久。啊，动作游戏真心不是我的强项啊，真心不是我的强项。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。好。我就劝把自己给炸了啊，真的是好蠢哦。蠢的。我不太知道他什么时候是能够控制，就是让他不要让它不要炸，因为它那个飞弹会炸掉地上的石头，我很难处理。最蠢的是刚刚竟然忘记按下回收，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真心不可原谅的错误，低级错误。冷静！哇，完狙狙！我刚刚为什么从那边弹出来了？我刚刚为什么从那边弹出来了？为什么？他这个弹出来的机制实在是跟谜一样。谜一般的弹出机制，我只能说，
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。来，过来，你过来。为什么这次就过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他掉出来这个什么东西？一张什么 IC 卡或什么的吗？这就是个一个钥匙。他为什么笑得这么像坏蛋？其他人在哪里？他说你不会找到他们的。那我当然会找到他们啊！走吧。他还，哎呀，是肥肉干的吗？这家伙到底来干嘛的呢？这家伙到底来干嘛的呢？啊，经历了一场高强度的战斗。这可能是新的关卡。哎，这个关卡天空关，先跟更多的我会合。他说我真的很怀念那些家伙，走吧。啊，这是什么呢？哦，这个是他会推着云上升。哎，我居然被咬着这个，我居然被咬了。蠢狗。哎，底下有一个这个。哇，那我要怎么上去？这还挺有意思的哦。什么意思啊？这个应该就是会往前吹的意思哦。所以，咦？所以我们要这样？哎呀！啊！不要！是被那个雷电戳了一下吗？所以那个雷电啊，好痛啊！啊！控制一下你自己，好吗？啊，控制一下你自己。讨厌啊，这家伙，他在这边我就啊，我就玩哈。算了，我们正常一点过吧。啊，这边好像是要让那一只干掉那一只，对不对？那我该怎么做呢？啊，死掉！我想一下要怎么做。
这样子。等一下，这有点尴尬。啊，这个好好好，这样可以。噔噔。木乃伊造型我觉得还蛮可爱的，这个关卡真的不是这么简啊，这个它全是刺，而且上面有东西吗？好像没有东西了。哦，上面有一个按钮，所以我要先想办法控制这玩意儿。然后又是那种奇怪的虫虫，底下是什么东西呢？我们来好奇的看一下。好，好吧，看来什么都没有。先讲。他是想干嘛？哦，要先把这个推上去。然后看看哦，这个钮是这样子的，会去哪呢？啊啊！我要从这边上去，要碰到那个，一定要从这边上去。啊呜！可是又不要这样子。方向的拿捏我觉得是有点难的。等一下哦，等一下。啊，上不去，尴尬。我们这么干，我们在这边等他，让我们过去。
这个距离是不是不太够？这个距离是不是不太够？啊，不够！我想的太美了，不够。那不够的话，就还是只能走这里。妈，怎么办啊？我想吃那个，可是这样看来我吃不到啊。走这边的话，它又……走这边又就整个就飘走啊，这样子不行啊。怎么办？这个能关吗？那个好像又关不掉，这个好像又关不掉，那怎么办？我就注定吃不到了。不开心，吃不到，用弹跳呢？如果用弹跳吃得到吗？用弹跳吃得到吗？我先飘到最上面，我在这边开一个弹跳，这样有没有搞头？我觉得可能有搞头。我先在这边，我先在这边，我先在这边开个弹跳。不行，这样子我少一个，我过不去。我少一个，我过不去。我是觉得应该是我要先，我要在这边加一个弹跳。我在这边放一颗，我在这边放一颗，是没有用啊！我先把弹跳吃了，然后我过来这边放一颗弹跳，这样我另外一边上不来啊！是这个。棵树不够多，我上不来。啊，不行不行不行，上不来，上不来，上不来，放弃了。我还是老老实实的，我们就通关就好。等一下，我九点的时候，我看看我九点要不要开一款新游戏啊。我九点的时候，让我考虑一下，这是什么？看起来像一个鸡，一个鸡，一个鸡，哇哇，这鸡，哎，这个鸡它会跳，哦，它不是跳，它是放炸弹，这个鸡会放炸弹。啊，好酷哦，这个鸡。然而炸不掉这玩意儿。啊，我的鸡被弄死了，我的鸡，我的鸡，
我的鸡被弄死了。我的鸡啊！我就不信了。为什么这个时候它就不会亮了？是被我炸坏了吗？哎，等一下，这边需要一个门钥匙，这个门钥匙从哪里拿？哎，门钥匙啊！好，我看到门钥匙从哪里拿了。然而，啊！哇，怎么办呢？先炸死这家伙，很好。很好啊，我的鸡，我的鸡有点脆弱。我来看看哦，可以，我的鸡好像没有办法过这个。哇，那怎么办？我的鸡过不去。哇！先下来看看。哎，先看看这个钮是按什么的。虽然不知道是按什么的，但是按了再说。这对我有什么帮助吗？好像没有什么帮助哦。我的鸡还是过不来啊，那我刚刚我的鸡过不来啊，我想想看啊，这样子呢？哎呀，好像差一点点。好像差一点点哎，这样不行哎。我觉得
我觉得我需要我的鸡。啊，咔嚓！我好像一个失误。我刚本来是想说，我可以就是放一个弹簧在下面，然后我这边我可以用跳的跳过去。但好像我想的太理想了，好像实物上并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。而我的鸡又没有办法跟我，哎，等一下，旁边那边有一个开关，我刚刚为什么没有看到这个开关啊？因为这边有一只可怕的。大怪兽正看着你呢。好，搞定。先飞过来，这样就对了。据我的观察，啊！啊啊！蠢蠢的，蠢蠢的。哈哈哈哈。到手，接下来就是带我们的鸡，带我们的鸡回家。哈哈哈，可爱的鸡，可爱的鸡要回家。这个鸡好可爱，而且好好用啊！哈哈哈！我刚刚说到什么？说到我九点要开新游戏。我们新游戏是一款点击解谜游戏。这个怎么办啊？我看看啊，从这里飘好。不，我刚刚说到哪里？我刚刚说到新游戏是一款点击解谜游戏。同样的话要说好几次。刚刚说到新游戏是一款点击解谜游戏。啊哈哈！然后我有点纠结，我要今天要开新游戏吗？咦，这里什么时候有个按钮的？我得观察一下这个按钮是干嘛的，所以我决定先踩看看。这有什么用？这有什么用？那个电扇有什么用吗？我除非拿到第二个拳头，不然那个电扇好像完全没有什么用啊。在没有第二个拳头的情况下，那个电扇到底能干嘛？没有毛用。我在这边，我在这边放一个拳头，然后
哈哈哈，蠢狗。纯狗，然后我在这边踩这个，然后我就可以等一下啊、哦，我应该是这样才对。然后我们先拿这一个，底下的弹簧还有用吗？可能没有用了。这样，啊哦，被电了一下。哎，啊啊啊！哎呀，刚刚差一点点啊。这样我要重新跑一次，太烦了。嗯，我看看，应该是先这样。这样，哎呦，我降几颗了？哟，哎。等一下，我好像可以直接走这个。哎啊！哎，对。对啦。好，我这么努力拿这个是为了什么？我这么努力拿这个是为了什么吗？呵呵，结果来这个才是重点啊，混蛋。这个才是重点啊。真正重点是要到旁边来啊。哎呦，
哎呦呀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！啊！啊！哈，完美的闪现！这个为什么？等一下，你干嘛把这东西拿过来？混蛋，你把那个东西拿过来干什么？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意思。啊哈！我知道意思，给我一点时间，我可以搞定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可以搞定，但是前提是我不死在这里。哎呀，我一过去我就忍不住跳起来，这怎么办呢？我一过去我就忍不住，我就起跳了。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。哎哎哎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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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行不行不行，我就不信。我一定会过关的。过关的，真的。啊，这个该怎么办呢？我这个，等一下，我想一下怎么办啊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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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这样可以，这样可以。很好很好，弄死那个。放歪了，我放歪了，就不信。啊！这次倒是放得很正。好好好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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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！可恶！我放了正，我就下不去了。我哇，我是放得很正，可是我放得正，我就下不去，这个该怎么办？我面对了可怕的两难的问题，我放得正，我就下不去。正我就下不去，是这样子吗？我不信，一定有办法可以解决的，一定有办法可以解决的，一定有办法可以解决的。怎么可能放了正我就下不去？怎么有这种事？啊！等一下啊！嘿，这样可以吧？
现在的问题就是我有点怕会不会打不到。打不到，放太偏了，打不到。不信啊，我今天还就跟这个东西杠上了，我今天就跟你杠上了，我就不信我今天过不了这个地方。啊，今天新游戏也不开了，我今天我就跟他拼了。反正我今天我一定要过这个。我的构想是很美好的，可是就是在实践上实在是出了一点问题。照理说啦，我觉得比较恰当的方式应该是我搭着拳头过去，不对，我没有办法搭着拳头过去，好吧，也只能这样啊。好吧，我一定可以的，加油，你可以的，你可以的。我觉得还是用，还是放了以后跳上来，然后再看好时机上去。哎呀，这个失败了，还是放好之后上来，然后看准时机再跳下去会比较好一点。啊，这个失败了。我觉得跳下去还是比较有活路的。哎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像这样。我这个真的是蠢啊，这个真的是蠢啊。再一次再一次。啊，我这个发生了什么事。哇，这个一定不准。啊，不行，一定要。啊，我反应太慢了，我觉得这个位置我有点怕打不到，太远了，我有点怕打不到那一只。要打到那一只一定要贴得很边边才打得到，这边我都担心打不到。要打下面那一只，哎呀，这个太远了。要打下面那一只，一定要贴得很准，很边边。啊！我有时候真想知道别人在玩这种游戏的时候，是不是跟我一样痛苦？就是我一个人的问题，还是我不是一个人，真想知道啊。啊哈哈哈！啊！我明明看到炸弹要炸过来了，我却还是往下跳，什么毛病嘛？哎呀，失败了，不行，我觉得我精神开始涣散。啊，精神开始涣散了，我觉得我的集中力最好的时候已经过去了。哎呀，
我为什么刚刚跳不上来呢？我觉得那个高度应该要是可以跳上来啊，根据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关系。啊啊！失败了，我不能踩。根据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关系，我凡跳下去必定上得来才对啊。难道它中间因为什么空气的阻力造成我没有办法跳上来？这太科学了、啊。哈，可恶！好好好，那我看看啊。啊，可恶！miss， 这，好，哟，好，啊，我蠢了，我刚刚明明很好的，有机会打到的，结果因为我一个蠢。因为我一个蠢又失败了，真是这么难吗？这个啊，刚刚为什么我会踩到了？啊，这个不行。觉得我完全可以不用这么急的。啊，不行不行不行！好吧，我知道为什么这么急了，因为这边有一个这个卡着。一定要成功！我都花了这么多时间在这个上面，我觉得我一定要拼了。好，我可擦，失败！开心的死掉了！干嘛这样子看我？你为什么一直这样看我？哈哈哈哈！哎，等一下。等一下，我这该怎么办？我要等这个东西过来。
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我要，啊，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呀？我不要，这是一个陷阱，我看出来了，这是一个陷阱。这边就应该要先来一个啊！我应该要在这边先开一个。太快了。对，这边先放一个。等一下，这个好阴险啊！这个，等一下哦，这个地方我有点不是很了解，他想要怎么样？这边我理论上应该是要。我这边放这个吹，他就会直接送我上西天啊！搞什么鬼呢？对，等一下。对啊，我这边一个吹，他不是直接送我上西天，特方便吗？混蛋！我这边先放一个挡住往上吹的路，那我下面那个也过不去啊，这是比较麻烦的。我没有办法再拿到下面这个的同时，如果我把下面这个钮取消掉，好像也没有意义，好像也没有意义。对吧？我在这边，
等一下啊、哦。我如果这边按一个，好像没有什么帮助哎、欸。毫无帮助啊！算了，不跟他玩了。哎，不对啊，这边要用拳头。好好的过一个关，怎么就这么难呢？这怎么就这么难呢？我就好想好好过个关，我就想好好过个关。等一下，啊！我犯了一个蠢事，等一下、哦。好吧，至少过关我还是做到的啊！那个就在我旁边，可是我吃不到它，忧郁啊，忧郁。好吧，不管了，太累了，我决定今天先到这里，不行了，动没掉。我想想看啊，我觉得我可能这一款游戏。就一直玩到暑假吧，然后就一直收工。新游戏搞不好可能就是之后暑假回来再开了吧。那反正到时候再想想看吧，先这样吧，今天先到这边吧。那谢谢大家，明天见，拜拜。